个我们十三世不是有个行宫心结吗？就是行宫，人家说练拳不练功，那太极拳要练功就是十三世。十三世我们一般来讲，就是上面有红泥几案才在走靠，随着腰，下面随着腰就是进退步判定。进退步判定，随着腰，这是太极拳的十三式。他在行十三式的时候，他有个功法。那这个功法是讲心，就是心，行功心解，你心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有个解答，心解就是十三式太极拳。去行十三式太极拳的功法，他心里面有心结，就是说你心要沉着啊，你心情沉着，心沉着气就是沉着。什么叫沉着啦？譬如说我碰他一下啊，他一抹一下，我来感觉，他这个就很沉着。那不沉着，相对的话就可能是紧张的话，如果你紧张，就会产生碰撞。在你沉着的话，它好像不沉，不会碰撞。那不碰撞就是后面的以气运生什么顺遂啊，就是柔顺。再来，你如果不沉着的话，它可能会碰撞啊，随着力量大或冲撞的时候。那沉着呢，又跟那个顺遂有关系啊。柔顺，那后面是说这个柔顺呢，要便利从便利，要很便利，因为对手会变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它又变了，你要从心，对，还是始终都是在顺遂的阶段，对不对？能理解？如果你又不沉着，心不沉着，又紧张，又不顺，那就搞大家这样啊，我也不顺，他也不顺，所以行功心结啊。尤其后面那个要柔顺到便利从心，那感觉上是它是那个拳，太极拳的行功的心，我们的内心的解答哈，它除了是体之外，其实也是用，因为它是一个拳嘛。像我刚刚这样，我说我很沉着，很柔顺啊，这可能是体，自己的体。那用呢，一定是跟人对应啊，沉着柔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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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啊？大概朝这方面。那你的心总是有感觉嘛，你要不沉着，要对抗是这种心的啊，这就是太极拳的。你要柔顺，要便利，这个叫顺啊。如果你跟我立着背着干，就是这样啊，这另外一种方法啊，是。所以当我们在推手的时候，你发现如果有人啊，你是攻，他是跟你立着干啊，那还要再互相争取啊。假如说我是攻，他跟我立着干，我不要立着干啊，要把这个立着干，否则他立着跟我干，我也立着跟他干啊。那就是表示，反正这个柔顺就不存在。他要跟我立着干，我有可能要柔顺，这个我没办法，我一定要这样啊。就他把我锁住了，我不能用这边再发了，刚刚是这边发的，又不能发了，因为他把我牵一边的，那心里面的感受，牵一边，不能发了，这也不能发，这也不能发。最后还为什么说不能发？就是你不便利，你的心感觉不变啊，又不利，你要像截取出一样无往啊，不利才是。所以对手也不省一个灯啊，所以有些被拿住了，有些是立着干啊，这立着干。那什么叫顺着干？
那跟我的心有关系啊。我的这样是这样是什么？逆着感，我跟你对抗的。那这样呢，是不是跟心有关系啊？如果它柔软了，它放，哎，有可能我会打进去。如果它力量攻攻，哎，我这也不见得打得到它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行，这样，哎，它化了。反正这里面我就跟着它逆着感去找，我顺什么人背嘛啊，它还是顺。以气运生，故令顺遂懒得便利从心，还要找人被我顺，他拿我，这他顺还是我顺？你比较顺了，他攻他不管条件，哎，公啊，你顺不顺呢？他不顺就是背嘛哈，那我顺，哎，他为什么不拿了？哎，他封我，我这样进去又立着干呢？那你我要攻去，你顺着，哎，这样好一点，我又顺了，顺了自己退了。我刚不是说他按过来，我做了一个这个，我跟小叶实验过好多次了，他其实很大力，我还是这个，啊，我还是这个，感觉上他要推着我，我也没做什么，我就是这个，这个有一个什么影片的东西，然后进再回去，啊，我们做过很多次实验了，所以我们他按我们就。或者这样的，因为有时候这个捋捋不过去，啊，捋不过去，一捋的来不及，刚要捋身体啊，哎，再转一下，这个不行就往这，好，总是勿令什么顺遂，不管是起跟用，都一样的啊。所以两个人也是，这个是我逆着跟他干的。公式哈，我就直接把他们变顺了，你看，哎，你们变很顺了，对不对？你这是八轴，这个是理性，哎，这靠这个是爱，这个转过来啊，你总是要重新嘛啊，重新不管是把人家发出去，把人家挂，啊，如果相对的我顶你一下，你发我不出去，你就不要从这边发了，对不对？先从这发，发不出去，哎，你换一个嘛。那我发不出去，哎，我也懂得换，这就是心法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你看到，啊，看起来都很顺啊，啊，为什么他要攻不进来啊？因为就是我顺跟什么人背的问题啊，我不能说我自己柔顺心法，这是起，可是不能用，可是他就在吃进来啊，我要变背啊，他怎么退了？刚刚做了一个什么慢动作来？哎，他退了，他当然也可以变呢，变我再变嘛，所以顺背之间不是说一成什么不变的，就牵扯到阴敌什么变化嘛。啊，哎，你打过来，我是柔顺的弄啊，那他这边打我一下，我也不知道，还是柔顺的弄啊。再来一下，哎，这我柔不柔顺？你变你柔顺了，只是你没有办法打。打我而已哈，打不动再换嘛，哎，对嘛哈，你晓得这个概念的，如果一直都打不到，这个就是表示他蛮柔顺的，你硬要打我，这叫硬要打我哈。如果是这样，这我跟他硬打，那这样呢有没有一点不同？啊，这个是有点杠杆，那我落空了呢？啊，更轻一点啊，啊，差别在这，啊，大概就是这样讲的啊，三思行动性情。